然后我们来 JB 快闪店，安大跟 Toby 的 VR 战警对战，谁会赢呢？谁会赢呢？哎，我是社长。大家好，我是 Toby。今天我们来 JB 华泰行快闪店，对，当一日店长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带大家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快闪店里面有什么东西呢？好，走。哎，这边有位同学，你好，你是白乐？是的。白乐是我们 YouTube 界里面射击游戏的高手，介绍一下你的频道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吗？从当年那个什么大大今天我的方面，对射击游戏可以说非常的偏好哦。那你都把一 P 二 P 都黏在一起打？嗯，对，没错。这样的难度是比较高。看起来难度是很高，是没有错啦，只是水手玩玩而已啦，顶多。所以会这么战王也都是家常便饭了。如果大家喜欢大型机台的射击游戏的人呢，可以来订阅白乐的频道，它里面很多的示范都打得不错，也好了。现在年轻人有热爱旧游戏的也蛮好的。对，是啊。那今天白乐在 JB 快闪店这边呢，等了社长很久。对，我从2点开始就等到现在了。啊、这样子啊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呢。那看到你还是我的荣幸了啊。那有没有什么要跟观众来说一下的？电影先今天晚上10万集，欢迎各位观众重温台里重温，不定时不定期更新。好，大家来订阅白乐的频道，白乐要接着要去赶去上班了，好辛苦。好，好，请慢走。好，拜拜。拜。带大家去看一下喽！哇，在一个汉堡店里面。对。拜拜。嗨，潘大，可以打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都叫好了。都叫好了。叫好了，来吧，来吧。来吧。潘大，你跟多比来打一下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来这边快闪店，潘大跟 Toby 的 VR 战警对战。谁会赢呢？谁会赢呢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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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开始。那我是二 P 的。好，潘大是二 P， 这样子对吗？哎，真的哎，这样你打得到人哈。对。是啊，我说。哇，还是打到分数也还是有，还是有。没有比我刚刚强。这个以前玩大师机台，我打谁算就射了，你还是射了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应该是我，看到人都射掉，要被扣血了。你不能射人质啊！靠，你别在管这个。不是了，我刚还以为我打到很多。哎，超过了，追上来了。超过了，我在努力追平。哎，谁？又是我啦！又是你！我又不小心伤害了人。这个白衣服的不能睡。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我故意的。Thank you.
关键，看谁分数高啊！又抓不到了，抓不到。射击率有比较接近的啊，他后期接触不了，好像我应该是后期，我应该是传的。现在用的是金手指无限模式。Shotgun。好，你们，然后开放给观众来玩一下。